食過五月粽，寒衣放入籠。呢句說話咧，好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，意思係提醒我哋過咗端午節之後，二十四節氣中嘅立夏好快就到，所以御寒衣物可以放入籠收好。其實端午節除咗食粽之外，仲有好多應節嘅傳統食品，好似食五色豆粥同飲紅黃酒。咁究竟有咩食療作用呢？同呢個節令又有咩關係呢？一齊睇下1982年嘅報導。慶祝節日離唔開賀節食品，粽子向一啲比較傳統嘅鋪頭仍然大量供應，而購買嘅人似乎亦都相當踴躍。食過五月粽，寒衣放入籠。端午節其實亦都係時序嘅劃分期。老闆啊，俾五色豆我啦！除咗粽之外，五色豆粥亦都係應節嘅食品嚟㗎。五色豆粥咧就查實係等於去濕粥咁上下，佢都係清喺腸胃啊，適應呢個天時。佢個赤小豆啊、扁豆啊、紅豆啊、綠豆啊嗰啲都係一種去濕嘅作用嘅粥。喺《白蛇傳》裡面，白娘娘飲咗紅黃酒現形。紅黃原來係咁嘅。紅黃佢本來係一種礦石，因為夏天咧就呢個五月誒端午節係一個仲夏嘅節日，佢即係由端午節開始咧，就一路到直到一個最炎熱嘅夏天。咁啊，因此咧，嗰啲人就認為喺夏天係啲蟲蟻滋生嘅季節。咁你可能啲寄生蟲都係夏天嚟。咁啊，飲啲紅黃酒啊，希望咧渡咗個肚嗰啲蟲。啊，菖蒲咧，因為佢個生長嘅形狀好似一把一把劍咁樣，咁所以又叫蒲劍。咁啊，菖蒲咧都係一種香草嚟，佢同埋艾啊，嗰啲係香草。咁啊，五月節咧就係將啲艾同埋菖蒲，就另外有一種叫龍船花，就扎埋一起嘅。咁啊，我嚟插喺個門前咧，即係表示辟邪。除咗紅黃菖蒲之外，五時符、朱砂據說亦都可以辟邪解毒噶。所以有啲老人家會將五時符喺端午節貼喺門口，或者係將啲朱砂溝走搽喺細蚊仔嘅額頭、心口、手心同埋腳心噶。其實上述嘅習俗好多都已經逐漸淹沒。除了因為過於迷信之外，亦都係因為居住環境改善咗，唔再需要借咗呢啲神符仙草啦。咁但係咧，就亦有啲好即係古老相傳嗰啲嘢咧，香港仲係保留。譬如嗰啲香囊啊，即係香囊，我哋就俗稱叫香包。以前咧就係用啲花卷嚟啲女仔咧喺屋企咧係穿成奉承佢，我中間入啲香籠粉，將啲香籠掛喺身，所以有一種香味。